你跟那个啦，你跟宋颖，你跟他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Thank you.
军。哎呦，最近都很少看到你了。之后我可以没事了，我在等你。没有抢的，你都看我做哥，而且我看你要去打，你要打吗？对，我也怕说受伤，我这个感觉多了。他人家帮我出气掉，他怎么出一下？啊，有比较好吗？有，他应该没有脚还是蛮担心的，就是我就是蹲下去那个脚心那个地方，那个脚心那个位置，这个椅子都被抽了，不行吧？那我刚坐下去的时候，好像那个被抽了，他就说之前还在等，哎，坐我椅子都还蛮，已经好像不安全，住。竟然赢了，快为胜，本来要是领先的，那你看那是2-1啊，棒球，八局上而已，八局下。对，好了。